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来了，来了太太讲话，他当然不太理啊。然后儿子一讲话，这下惨了，就抱着哭啊，然后就跟我师父，你能不能离开一下？这样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全家离开了，这样，然后就从来没有来看我了，不好意思来找我，从来不见了，又回去做大老板了，啊，因为他觉得很不好意思。那是因为，所以各位不要太相信自己。所以我拖他那么久不让他出家，至少他这样不算还俗，了解吗？他只是跟着我八个月有福报。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勉强出家，很多女众我都跟他讲，你可以跟你先生出家，你出不了你儿女的家，这一点你想清楚。啊，你要是想不清楚啊，女儿结婚你也要管，儿子结婚你也要管，儿子没钱你也要管，那你可累了。啊，这就是妈妈的伟大，也是妈妈的脆弱。哦，所以这一点各位要看得清楚啊，就是要否认世间自己，甚至决定怎么做，不动摇自己的决定。再来，南传佛教这个也很好，叫慈悲波罗蜜，也叫持波罗蜜，这一点是我们汉传可以学的，不顾子力，为一切有情助于慈心，要把它当作你的戒律。这个慈并不是说救苦，而是说我要对你好，我要让你欢喜，我要让你快乐，特别在世间的善法，我一定能够让对方，你要想尽办法让他吃最好的，用最好的，住最好的，这样子啊，就是南传佛教有这个持波罗蜜啊，那弥勒菩萨是最标准的。再来舍波罗蜜，当然是讲平等，不为苦乐喜怒等所动，念一下，一切平等，绝对平等，无有分别啊，所以对你好对你不好，快乐或痛苦，伤害你，你都能够平静，因为这是我们不能执着的。在南传佛教比较痛苦，因为他们不提空性，他们提的是压制贪嗔痴，了解吗？所以境界来了，我可以平静的接受，但是是一种忍。那汉传佛教呢，讲了念一下，是诸法空相，一切都是虚幻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也没有真实的那个事情，也没有真实的我，也没有真实的你在伤害我的三轮体空，所以他很容易进入这种苦乐心，不为这个啊，而且进一步还要修四无量心。那我想这个，我希望这一本我们最近还会加印，希望各位拿去看，你可以一天就看完，因为白话而且很精彩，看得很有意思，会非常尊敬佛陀因地的这十种波罗蜜。好，还要讲下去吗？我看你们快翻脸了。十二页，念一下十波罗蜜，好不好？这个是《大宝积经》里面讲了一个简易却很重要的十波罗蜜，我们念一下简单的讲解。讲解完以后，我们就要排位回向了，好不好？早一点回家，因为。像我们上海来的，你们可以去看看，我们护生园区有三四个养牛啊，养很多啊，让你们知道我们的伟大。我要去看一看，我有那些牛很可爱的。那一天去云林救那只牛，就带到另外一区啊，那些水牛很快乐的，有游泳池这样啊，有草吃不完的草。晚上我们给它做烟供，干嘛？蚊子不要叮它，因为那个牛就会有那种很大的会叮它，给它做烟供。白天让它进水叮不到，晚上做烟供它不来啊。我们这边是以上等贵宾接待这些水牛。事实上我很爱水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那个身体就比女人还漂亮，我那个肥肥壮壮，两个脚，哎呦，真性感。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，各位要这样，这个是提升的，提升你看到它，哇，很有力量，很舒服，就像看到我看到老鹰一打开翅膀，我就觉得哇，大鹏之姿啊，哎呀，这是亿万个女人脱光，我都觉得，我看老鹰好一点，所以我这一点我好像上辈子就有修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这辈子一出生，我不会看女人漂不漂亮。他们就说：“哎，那个长得不错，反正女人有什么不错呢？就是这样。结果我带了女朋友，个个都很丑。
人家都笑我，我是看心又不看人，他对我不错，还帮我倒茶，我骂他还不会顶我，这个不错，对不对？这个不错，但是我不会欣赏那个女人的外表啊，那些我都不会欣赏。我老实说，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很喜欢跳舞，那我每次都带一个女孩子去跳舞，她很会跳舞，她是个游泳健将，但是她长得有一点难看，龅牙，戴个厚度眼镜，很多人都在笑我，但是我都觉得安全，又会跳舞，又游泳健将，陪我游泳，啪啪啪啪啪，对，而且讲好了，不要谈感情，多快乐啊！但是就没有那个困扰的问题，所以我不太会看这个东西啊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同性恋，不能叫我带个男人去跳舞吧啊？但是带个女孩子啊，就是这样吧。但是这个点对我也很好，各位你也要发愿，就是说不会被男相女相所分别。有些人很喜欢漂亮的女人，很喜欢帅帅的男人，事实上那个不是真爱，那个只是一种他把自己的内心的欲望建立在外在啊，建立在外在。所以说有些男人他很喜欢带一个漂亮，他只是面子重一些，对不对？他并不是爱那个女人，他只是说这样可以。有些女人也是，我带一个帅帅的男人，然后我觉得一看就知道他不爱他，因为只是这个男人长得很高很帅有钱，他觉得有面子，他不是真爱，这个意思吧。所以有时候你要去分析你自己，你会对每一个东西动心吗？哦，这个很危险。那我们现在让我们动心的是什么？来，可怜的众生啊，你要让他，哎呀，这个很可怜，你会动心，你会哭，那个可怜的老人要被杀的动物，像那天我们救那个水牛，我一看到，哇，好美啊，救救救，啊，因为他身体代表一种力量，力量，啊，那是他被杀的痛苦，我都看过，所以能够救他，再多少钱都没关系，不要让他被一点点痛苦，因为所以佛经说，你救一只水牛或救一只大的动物，超过救。这样讲也不对了，就是说你救一只这么大水牛，那个功德力太大了，因为他们那个痛苦太大了，太恐怖了啊！所以你小小的动物一下就死了，但是他们要痛很久，痛很久，杀他也很困难啊！所以当然能够去救更大的动物，那也要有很大的福报。好，废话少说，这个叫善巧方便，不然就师父你很无聊哎。嗯，对不对？你这一直念，然后下课，以后法会没人参加，但是很危险呢。很多女人会说：“师父跟你在一起蛮快乐的。”但对不起，我都有保镖了，你们放心好了。我这个人发誓的，我如果去谈男女的情爱，我下无间地狱，现世暴毙。所以我有这个戒体，但是不入虎山，焉得虎子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有这个戒体去度众生，我不能怕地狱、怕监狱、怕吸毒犯、怕杀人犯、怕女人，你不能怕这个，怕鬼你都不能怕。不但不能怕，还让他愿意接近你，去度他而已啊，去度他啊，利用食物，他们最喜欢的食物去度他，然后让他升天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好了，让他去净土了，这样就不错了。不过我老实说，我开始出家，我最大的感应可能跟各位不一样，我觉得太多的护法神在帮助我，任何每一件事情，这是我跟各位讲真的放生跟施食的感应，每一件事情他跟你安排的都恰当好处，这样啊，你少拿一支笔也好，多什么他都跟你安排好了，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你实在是受宠若惊啊，他们这么样的细心在安排啊，那我们更要认真一点，这样而已，这样你也不会孤单，不会退转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很感谢你啊。特别各位，你放生，那哪一天就算你死亡了，你所参加放生的这些物命，他们现在如果在做神啊，做什么，全部都会两排拿个哈达来哦来哦，送你去极乐世界，不让任何人障碍你，这是经典说的。那你超度的众生呢，更是如此了，啊！所以各位，你现在做个烟供，虽然你没可能没办法超度他去极乐世界，但是他们来跟你结缘，很快乐的，
吃的就走，吃的就走，很快乐的。那你一下小小的烟供，做一日一夜不要停，可以给二三十万有情众生结缘哎。你要用发悲心去招请，招请哇，来百万众生结缘哎。所以就像你把这些糖果哦，几百万只的蚂蚁结缘一样。那这个缘分要结好，不然你也不能成佛。成佛就是要有这个众生让你去布施持戒，你才能够圆满。每个人都在追求啊，我要用最好的东西，买最好的车子，如何如何。但是我们懂佛法以后，各位要用这种心态，那我要追求圆满的波罗蜜音啊，以这样去精进。那事实上，十波罗蜜的纲，这十条纲目非常清楚。然后呢，只是各种经典用各种方法去圆满这个。那各位就要首先你要愿意这样去做。那我认为《大宝积经》虽然写得很浅，但是他的这种广大心呢，他就用一项如虚空的心态，哦，如太阳的威力来描述这个波罗蜜怎么去做。所以这里面无尽慧菩萨问佛：以何意故说菩提心？那事实上说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那发菩提心就是你真实在实践波罗蜜才叫发菩提心啊！为了众生，我愿意成佛。那怎么成佛？那就是发菩提心。所以又把菩提心分作愿波罗蜜，我愿意成佛。那你要去行波罗蜜啊，你要行菩提心。那哪一天你真实证的空性，那才叫第一圣谛的菩提心。但是我们所谓发菩提心，那你各位这十种的心就要发出来。第一，若有众生善根广大，超诸众生啊，就是，这个善根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不是你要去利用众生、伤害众生，而是你要去保护众生啊。这个善根啊，愿所有人类的生老病死、金钱都是我的责任，我要为他奉献啊。超越所有的众生，就像我们各位有常听我讲，月亮上面的兔子，那就是佛陀善根广大啊，他愿意布施他的生命来圆满了15的月亮的斋日。虽然他是小小的兔子，但是他居然把他的身体跳到火里面去供养那个老人，哇，超诸众生。其他的不过是拿了仓库的东西给他，他不会舍他的生命的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累劫的这种布施，虽然就是他布施老虎，好像只救了一只老虎、几只小老虎，但是他这种善根广大啊，他发的愿更大，所以是没有我们做不到的。所以各位有时候啊，布施，我们还是很赞叹那些出很多钱的人啊。我认识一位女菩萨，我讲的实话，师父，我要布施10万美金，哇，太厉害了，随喜。但是现在我只给你4万，还欠你6万。但是他就会把它补起来，一定会把它补。然后第二次他又发愿，这样啊，所以我就会把他的钱呢用在世界每一个角落，我变成他的工人，他的经纪人。比如说他给我10块钱，我给他分作10个地区，都是大功德。我这个就让，因为人家发大心。你不能把我说哦，10万就拿给我自己的道场来用，我觉得这样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家发大心，那我更要发大心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一定要为他把他填得满满的，所以我都会觉得这样也很好。那我会很战战兢。事实上，我去国外我都付很多钱，但付完钱我都会念啊，海涛法师信众的，我自己就都是用他们的钱啊，把它分配得很圆满。因为他们发的心更大啊，善根广大，所以我现在印尼还有女菩萨，师父，我要盖一个楼顶上的大道场给你用，好，对啊，因为他上辈子是我妈过去世了，一世了，他说就搞一个大道场给这个儿子用，所以他努力的去卖房子啊，努力的，不过讲师父你要多回向，会，我不可能不回向我妈的，那个时候他是我妈。我们湛江也是他的儿子，这样而已，只是我们两个是同母异父。我觉得，我都知道这些因缘，这个对我有好处啊，有好处啊。所以
所以他拿来东西给我吃，我就勇敢的吃。这个没有爱人，这个是妈，这吃的不会谈恋爱啊。所以那当然不一样，但是因为他发这个心，我很高兴。我想，哎，这个母亲伟大伟大。就像我昨天我帮我妈妈做第六个七压，做完我就问打坐的菩萨说，我妈有没有表达什么？对，我昨天在我妈的牌位面前念了老半天，希望念给我哥哥听，对啊。然后呢，但我也要想要知道我妈妈有没有表达什么。我妈妈讲了一句话，她说我非常感恩，有很多地方寺庙在帮助我，希望我将来也能够学会多多帮助众生。哎，我感动，因为我妈从来没有帮助过众生啊，所以她从来没有主动说要帮助众生，她居然讲这种话，哎呀，我成功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就是希望我妈妈发起帮助众生的利他的心嘛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佛啊。所以各位呢，你最好发愿来世做我妈，我会很认真的啊，我还要来百千万世轮回，除非这个世间没有众生啊，所以我要很多妈，但是不要阻止我出家就好了啊。所以那我会好好的报恩啊，因为做母亲很伟大很伟大啊。所以你没有母亲，你就不懂得悲心，对不对？不懂得感动，因为妈妈的苦多于爸爸的苦，这是实说了。再来，持戒，犹如大地善人安住一切事业，第二发心名为戒波罗蜜。所以各位呢，大乘的戒是你要承担所有众生的苦，而且呢，让这个荒地都盖好大楼啊，这样就是犹如大地善人安住一切事业。这个大乘的戒不是说我不伤害众生，而是要我把一个沙漠建成极乐世界，这样知道吧？盖成拉斯维加斯这样，哇！我去拉斯维加，哇，真的是沙漠变成快乐的地方啊！很多人这边赌博啊、唱歌啊、跳舞啊、游泳啊，啊，配备好的不得了，沙漠哎！所以那这个大乘要有这个戒律啊，来帮助众生，安住一些利他的事业，要有第二的发心。所以各位，大乘经典伟不伟大？他用不一样的角度去形容我们所谓单纯的什么布施啊、持戒，我们都认为布施就是拿钱，对不对？持戒就是不要伤害众生。所以佛陀用的各种，所以你为什么所有经典你都要看一下看一下，然后呢去深入。而且你现在听到了，你要不要受持戒波罗蜜？要不要？那你要按照这样做。当然其他经典又把持戒波罗蜜做了更多的解释，不然你圆满不了这个波罗蜜因啊。但是至少这个因是代表一个正确的发心，布施是能够啊善根广大啊，整个宇宙众生都是我奉献生命的，了解吧？如须弥山超过一切，这样的布施波罗蜜啊，承担一切的持戒波罗蜜。再来，自意勇猛，安受烦恼。你发大心，广大善根，承担一切，但是所有的痛苦烦恼砍你、杀你、侮辱你、泼硫酸，你都能够接受，如狮子王威服众兽，身无怖畏啊！所以虽然百千万亿野兽要来攻击狮子王，那狮子王如如不动的继续的去布施持戒，要第三发心为忍波罗蜜因，这样才会成就忍辱波罗蜜的因。你要有这个动机。所以各位，可不可以让你生气？没办法让我生气的，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生气这两个字，对不对？只有接受，没有烦恼这两个字，就是这样啊。要讲清楚啊，就像我结婚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说，我永远不会对你吃醋，因为你实在是真漂亮、真性感、真有钱，反正都是真的啊。所以我，你要是要嫁给我，因为我这个人是浪子，我不会结婚的。但是你要嫁给我，你妈妈说的嘛，那我就会接受。但是我永远不会对你吃醋，你放心好了，啊，因为你这样啊，你可以自由自在。我不会为这个事情说你晚上没回家，我痛苦，这样我都不会，因为我决定跟你在一起，我就要接受一切，这样我才可以安心睡觉，安心打麻将啊。
你去忙你的吧，啊，因为我不想痛苦，因为这个谈恋爱，因为我没有真实谈过，我如果结婚要这叫真实的谈恋爱，我就会很苦，所以我就发这个愿，那我就没事了。不然如果让我真正去，一个人要是真正去执着上某个东西啊，他的心脏就变成跑出来了，很脆弱，了解吗？不能给他碰一下，因为他很在乎嘛。所以我这样讲，老实说是保护我自己，因为我不想去做这个事情，啊，不想去深深的去爱一个。当然对我妈妈我就没办法，我就已经自然爱上她，对不对？就是希望保护她，不想她受一点苦。大概这个人过去的因缘，但是各位同样的，你也要这样决心，没有事情可以干扰你啊！你要先，但是你要先想好，到底什么事情会干扰你？你要想清楚哦，什么事情会干扰你？你想清楚，现在你去坐在一个魂墓区，有很多鬼要把你身体吃掉，都觉得我可以接受，虽然我怕鬼，但我可以接受。啊，你要一直想到底什么时候会干扰你，你要有这种发心。如狮子王百千万兽来，我都如如不动，安受烦恼，因为我决心要利益对方，我决心要成佛，不会因为你的痛苦而让伤害到我，安受。所以他们叫安忍，就是安受烦恼。各位愿不愿意发心呢？你要发这个心去修忍辱波罗蜜。那怎么去行忍辱波罗蜜？那当然经典写得很清楚，你不能说小小的事情你就会发飙，在那边痛苦，在那边生气，那就没有意思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不要做小女人，不要做小男人，要做大丈夫，好不好啊？大丈夫。所以别人不好你不要干扰你自己，我们现在只是说想尽办法希望对方更好，去引导对方，但是你希望对方更好，你要有方法如何啊，做个主持人，安排，什么时候讲什么话，这个要学。啊，你不学，不是说我每天看经典，我每天做我的事，但是你就不能突破。因为特别我们做媒体的人，如果你不突破，不了解社会世界的脉动，那你可能会停摆在那个地方。啊，也特别因为媒体是最敏锐的，这一点要抓得很紧。所以我要去了解整个世界。怎么讲话，怎么开会，怎么安排，怎么做事，但是可以进步啊！一定要不断的精进。第四，什么叫精进波罗蜜？势力雄训，能服烦恼。这个精进先要对自己啊，什么样的再大的痛苦烦恼原子弹在你身上爆炸了，你都还可以降服啊，如那罗延摧伏义众，那罗延就是一个大力将军一样，所以佛陀叫那罗延金刚身。那这个精进，他就是说，你为了要降服你的烦恼，乃至你要圆满你的布施、持戒等等，你要有这个力量，要这样去决定啊，没有问题的，我一定可以断除我执的，我也一定可以帮助众生断除我执的。啊，所以佛教调御丈夫，你要发起这个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啊，其他都是虚幻的，都是假的，我可以把它解开的。今天有一个人拿个东西给你说，这个钥匙你打得开吗？啊，没问题。这个凡是这个世界没有不行降服的，要这样去有信心的，就像讲佛法也要如狮子吼一样，有信心的也引导对方有信心，这也是一种精进波罗蜜。第五。禅波罗蜜不是光打坐哦，什么是禅呢？累积大悲心的各种善业功德，就像各位今天我们放生，物命多不多？物命比人多，对不对？种类多，物命多，钱多啊，法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要，所以我常讲一下，来讲功德如树林啊，如地上草。每一个花花草草树木都是你的功德啊，你样样都要具足，所以各位不要浪费生命，一日行三善，一日行六善。我们现在这个团体里面功德积最大的是谁知道？我们给他睡起来，湛乐法师，他叫拼命三郎哦，点灯王子，快乐王子，冲啊，这样每天节目排得满满的，然后睡觉的时候脚一打开，
挡起来，住，继续冲这样，啊，所以我跟他去闭关，我每天都听他，睡得好稳啊，累死人了，但是起来又继续冲吧，啊，所以功德善根种种开发，如波利之多，俱波陀罗树，哇，那种就像树叶多得不得了，花开得很灿烂。各位要这样好不好？就像那个圣诞树，好不好？几乎弄得嘛，要这样子的发心去累积。为什么？众生太苦，众生无量无边啊，所以你要大悲无量无边，去在每个众生身上去种善根，去对他好，去对他好，去认真。所以各位应该是就要学他们格西一样，随时带着结缘品。我现在也是都带结缘品了 啊，随时结缘品。就是说我们赞扬法师对普通人都送他好佛像，我觉得这个送太好了，又不是说结缘，这个送卡片就好了。啊，这么多人，对不对？一下就一把佛像，完了佛像没有了，就很贵的呢，啊！但是无论如何，反正你要跟他结缘，要结缘啊！所以今天有东西，最后会结缘的，所以各位要这样去修禅定波罗蜜。就是我决心，就像一个做生意的人一样，我要赚大钱，我要把整栋大楼买下来，我要请几百人啊，然后呢，功德善根，种种种种种种的，所以各位要万行无亏。所谓禅定波罗蜜是要很勤劳，你不能说我刚打坐啊，我刚讲课啊，我光盖寺庙都不行，通通要，通通要，啊，所以我现在。走到一个新的方向，是明年开始随喜所有道场的圣根要去跟它结合，跟随喜也把我们的功德供养对方，要整合一切嘛，功德善根种种开发，如大树王一样。第六，除去痴暗，犹如日轮光明无边，这个智慧像阳光一样，各位，黑暗突然有大阳光，哇！了解一切，显现一切，所以呢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却不执着，所以犹如日轮光明无边啊，然后呢，你就不会被它卡住了。是第六发心为般若波罗蜜音。所以各位，请问读大乘佛教是不是要有大心才行啊？所以我去西方讲这个，我看不用讲了，白讲，因为西方人没那个观念，很努力很认真，但是他是个人主义，他认为你不能侵犯我，我不能侵犯你，我也不需要给你红包，对不对？你也不需要说多少钱多少钱，两个吃完饭各付各的，够大钱，对不对？谁也不吃亏，你也不能让他吃亏，所以他已经蛮固定了，所以有一点困难。那如果东方人呢，他比较好一点，他比较哦，欣赏你这样啊，但是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大菩萨应该有的发心。所以各位不要再做小女人了，好不好啊？要发大心，不要每天镜子一直照照照照了，干嘛呢？照佛镜就好了，照经典，产生你的心，你的心要广大无边，对不对？所以来，心如太阳啊，要让你的智慧如阳光，遍照一切处，无分别的。这个阳光是大慈大悲，而且阳光是什么？你看在燃烧自己。时时刻刻在燃烧自己啊，但是这个燃烧自己是靠了外在的种种的因缘，所以它一直在燃烧千百万年，在历史上也没办法想说太阳一个可以烧多久，但是它一直在燃烧自己，一直在遍照一切，而且无分别的遍照一切。所以要这样心如阳光，如太阳的去开发般若波罗蜜。第七，方便波罗蜜，功德益乐，一切庄严皆得圆满，如大商主丰足财宝，能以巧辩拔众险难。是第七发心为方便波罗蜜音。所以我想各位，我在印尼认识一位大财主，真的是财主，他家整个客厅就是所有的舍利子啊，莲花生大师的帽啊，通通在他家，很有钱啊。他所有真正的舍利子，真正的三宝的法器，他通通多少钱都不管，反正买回来放了就对了，然后供在他家里。然后呢，我只要每次去，我都会去那边啊观想啊加持啊参观啊，意思是说
为了利益众生的所有的钱也好，东西也好，方法也好，智慧也好，你通通要具足啊，功德包括意乐，包括你的心态发心，一切庄严皆得圆满。如大生意人啊，这些来念一下，世界首富也要做首富啊，具足一切。那上回我有认识几个首富，找我去吃饭，师父我带你去吃饭，我去哪里吃？船上，我就想说大概什么海上游轮啊，几千人在那边吃饭，然后我一去，哇，就我跟他吃饭一艘船呢、欸，哇，就是船是他家的，对不起，他是男人了、啊，然后就跟我聊聊佛法，聊《金刚经》，哇，你这么有钱的，聊《金刚经》啊，哇，然后这船就开出去了，再开回来，这样啊，所以那就是大商主，那是太有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。中国创造了多少的大富豪啊，在那几年呢，后面这几年有一点困难呢、啊。啊，前面那十多年前那是暴发户，对不对？是没有话讲的。所以在很多地方也一样。所以但是意思是说大商主他具足一切啊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所以能以巧辩拔众险难。因为他具足这一切呢，他才有这个善巧方法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哦。师父啊，我没地方去，没问题，到我们生命道场那边201大套房还有公园，给你，每天参加早课就好了 ，OK， 这样啊，所以你对什么都可以哦。慈济医院是我开的，去吧。啊，我们现在改成什么来？慈悲医院。啊，你要几床 ？OK，OK， 这样。你要这样，他高不高兴？他就会来学佛啊，对不对？管你是什么宗教，管你是什么，你只要生病。现在在印尼有人很穷，得癌症没办法医，谁要接受他？来来来，私人飞机、慈悲飞机飞到那边，把他接上来，送到我们慈悲医院，然后就开始帮他医疗。他最后一定是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一定的吧。为了要让他往生净土，你要有这个方法。所以各位要不要累积善根啊？所以前面我刚刚讲，你前面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般若，你没有正切圆满，你没办法达到这个方便，你没办法，没方法嘛，没钱嘛，没资粮嘛，这些都要具足。所以各位一定要学啊，从每一根头发到脚趾甲，如何庄严身口意。你每一样都要很认真，你不要千万说，哎呀，反正我不会做维挪，我不会念经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不会读经，跟我没关系，哦，我不会度众生，那跟我没关系，那不行的，因为你要有广大意乐，你要承担所有世界的各种方法，你都要学，而且要累积好这个功德。再来，障碍，这个末法修行障碍最多了。障碍除灭，意乐具足，如净满月，是第八发心为利波罗蜜。这个净满月就像十五的月亮，多么安静啊，多么凉爽，多么看得舒服。对你来讲，没有事情你不能够突破的，一点紧张都没有。像我们现在一点小小事，哎，在做音控，师父警察来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怕死了。对不对？警察来了，所以我以前都没问题。我以前在几个地方上的什么首长啊、议长啊，坐在那边，我们就放生了。那个大黑头目坐在那边，警察来看到他都走掉，还陪他聊天呢。啊，但是你要有这个，又要这个威德力才行啊。也就是说，所有障碍你都有这个力量去突破啊。所以突破障碍的意乐具足，念一下。没问题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捐100万人民币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没钱没钱没钱，呵呵呵呵，没钱没钱没钱，这样。所以，但是各位你要做到这样，没问题，开好 OK， 等一下来拿支票去吧。两个如镜满月，就是完全圆满对方的事情，可以把它消除障碍。所以这如此，所以有利人士很重要。像我妈妈生病，哦，要住台大医院，要住哪个医院？你没有有利人士，还住不了那个医院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找不到那个医生呢。所以我妈妈的医生都是最顶端的医生，我都是
我都觉得说，但是顶端医生也有问题，是很骄傲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这样啊。然后他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忙了，而且太顶端了，所有人都找关系要找他，对不对？而且请他来还不容易。所以像我从机场回来，就有那些官员来接我。我在台湾机场，我已经跟他讲不要再来接我，我实在很丢脸，不好意思啊。他们的署长、机场的队长来接我，我又不是犯人，我就不自由。反正我又没事，我进来里面我又没犯规。人家说犯规找队长来接我，那可以了。但是意思是说，他们有利人士打个电话，哎呀，师父谁打电话来？所以我要来接你。弄得我上厕所都不好意思啊！但是后来跟他讲，不要不要，不用来接我，让我自由一点啊！啊！但是如果有需要，我再打电话，我带个什么犯人回来，你再过来。那其他东西不需要。但是这个你要有这个力量，你没有这个力量，所以念下来，金刚手菩萨，佛陀要有旁边有金刚手菩萨，有药叉大将，所以佛陀要被杀死的时候被丢石头砸死的，都是他们来把它降服掉。这个就是一种力。当然这个力要讲明的，断除你自己的烦恼。你已经没烦恼了，因为你已经证得空性。现在讲的是外在的烦恼，你都能够意乐具足的去除灭所有修行人的障碍。第九，佛土众生皆悉严净，善法备足，所作成办，譬如平人得无尽藏，所愿圆满，是第九发心为愿波罗蜜。太伟大了，就是说这个人这么痛苦没有问题，你到了我的家那边，什么冰箱套房一切都圆满，就像你去净土一样啊。所以呢，要让所有众生进入佛的境界，而且庄严清净，所有他需要的能够让他证得空性成佛的善法备具，而且一定成就，所作成办，就像贫穷人突然发财一样，得无尽藏，所愿圆满。这个愿不是想愿自己成佛了，这个愿是愿众生满愿。所以各位，你说愿波罗蜜是为了满众生愿而去累积这个资粮，而怎么发愿？所以后面的波罗蜜就告诉你愿波罗蜜怎么发愿，怎么去做。第十，福至无边，犹如虚空，于法自在，如转轮王，以受灌顶，是第十发心为自波罗蜜因。所谓转轮圣王受灌顶，就是他具足力量了啊，就像皇帝的位置交给他。所以各位，这个灌顶的功德力很大，很多重要的传承灌顶不能随便，这个灌顶是你愿意承担，而且去保护，用这个法去保护所有的众生，而不是成为你个人修行的一个法门而已。所以福至无边，那就成佛了，福德智慧无量无边，没办法形容，犹如虚空。所以各位，佛陀的智波罗蜜不是我们读书的智啊，可以这样比喻了，你已经得到最高十个博士的学位，而且你开的这家公司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，那这两个能力你都具足，那可以啊，因为你有具足所有的一切。所以佛陀的在这方面一切圆满，福德智慧无量无边，犹如虚空，一切法都得自在，所以叫法王。一切法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一切法皆得自在，如转轮王，已受灌顶，这样授权了，是第十发心为自波罗蜜。所以各位，伟不伟大？这样短短一段你去修就可以成佛了啊！但是何况你愿意更深入经藏。但是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希望各位去把这十条波罗蜜成为生命的戒律，好不好？去实践，去实践，以这样去发心，以这个发心，然后去实践种种的波罗蜜。所以佛陀说啊，善男子，若此十种发心修习成就，名为菩萨。要不要做菩萨？你要做菩萨。你说你是菩萨，还不见得是菩萨，你误会了啊！所以我们现在都会打坐一下，看你是不是菩萨。不是菩萨没关系，怎么样让自己进入菩萨位，这是基本的啊，不分在家住家都可以的。所以是名为最胜众生，这个叫人中珍宝，仁波切是从这边来的。你要具足这种发心才叫仁波切，我让你坐上位供养你，对不对？听你说法，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阶段，这个位置坐不住的
啊，你也没办法引导众生，名为无障碍众生，名为非下劣众生啊。所以你已经无挂无碍了，无障碍，你已经上流社会之人了，非下劣众生，所以叫发大心的大事。然以实义不可得故，但是讲在空性真实的本体不能执着，不可得故，故于其中无众生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能说我发大心很骄傲，好像我现在在讲好像我发心一样，哇，我看不起别人没发心，不能如此。因为佛讲这个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发心的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我们要很谦虚的来很努力的战战兢兢的，也自己也希望能够做好，也能够引导别人做好，但是不能有执着我有几个发心菩萨啊，如何如何，那不行。所以无有众生，无心亦无菩提，这个金刚经讲了，众生名为非众生，名为众生，菩提非菩提，名为菩提。因为你一执着，那你又进入了邪见啊。万法只是一个方便，是为了利益众生成佛所设计的善巧方便，如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虚幻的啊。所以要这样去看一件。好，报告完毕啊，希望大家，我们这个十波罗蜜的讲义呢，印了好多本不一样经典的十波罗蜜。那但是各位一定要去看啊，特别有几部经，大日经，包括金刚紧盯，包括千手千波文殊经，又把十波罗蜜讲得非常的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密乘啊，密乘。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学藏传佛教啊，他们的目前的传承只有研究五大论，但是没有研究真正的十波罗蜜，所以就在修仪轨。当然他们很精进，我们随喜，但是各位一定要经论合为一体，显密言融啊。但是你要修显密，一定要有也有难传的真实的出离心啊，白骨观呢，对世界的了解。当然在之前更要有深信因果，孝顺父母啊，尊敬师长，家庭和谐，这是个基本都要做到。你不能跳脱这个，跳脱这个啊，带着女朋友来修密乘啊，带着小帅哥来灌顶啊，那是玩一玩这样而已的。那你要真正的修行，那你要做很多的思维，自己要有一个决心承担，而不是说反正我看你出家蛮好玩的，我们也来出家啊。然后这样以后，因为你不是一个发大心的人，跟你讲这个，现在你只想盖一个小金色，我们讲的是要盖国家，差那么多啊。因为你没办法为众生在做事，你只是想你自己要做什么。所以各位一定要读大乘经典，去让自己的心提升，而且看到大乘经典心如虚空，要觉得自己很惭愧。我每天问的都是我祖先啊，我儿子啊，我堕胎啊，我生病会不会好啊。当然佛教慈悲啊，也不会排斥这个，但是真希望有人要学善财童子一样，我如何成就菩提利益众生，而为这个在精进，也不让自己离开这个动机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深入经藏，读诵大乘，发菩提心，实际的深信因果，这样去了解啊。那这样呢，才能够去影响别人，劝进行者。希望大家都发起真实的大心，圆满十波罗蜜。所以这一点大家一起努力来，请跟我发愿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愿圆满十波罗蜜啊，布施波罗蜜，持戒波罗蜜，忍辱波罗蜜，精进波罗蜜，禅定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，方便波罗蜜，大愿波罗蜜，大力波罗蜜，大智波罗蜜，早成佛道，引导众生同成佛道。戴亚他班长这样阿瓦波达那也说好。
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真正的五台山不是买了票就可以进去的，真正的五台山也是需要方法，所以善财童子来五台山就在浮尘见到文殊菩萨。我回到家已经有一段日子了，踏在千年的地基上，我听见宇宙的原因如春雷震动，看着工地之上车如龙人如虎运金如雨河叉若云，处处都是勃勃生机。所以我们来到这里，表面看是建筑工地，一进来，哎，好像就是桃花源一样，对不对？日子规律，不再新奇，清脆的打板声响起，而我只想把梦继续。面对重复繁琐的体力劳动，倦怠的身体有些抗拒，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来这里。所以要问自己，我人在五台山还是我的心在五台山？我人确实在五台山，但是我里面长满了烦恼草啊，般若的法水有滋润到我吗？吃白菜长大的大黑是寺院中的明星成员，貌似温顺却又乖张不逊，每次跟他的相处就是一番心力与体力的较量，有时候在山坡上肆意打滚不肯回去，我特别生气，既降服不了他也降服不了自己。轮回中他是谁，我又是谁？五台山蚂蚁今天很多了，你看到蚂蚁有想到自己的轮回吗？去反观心灵状态的时候，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在礼敬文殊菩萨，在礼敬般若智慧。你心境清凉，五台山就现在你的心里，你就觉得跟文殊很近很近很近，近的就好像一层纸，但怎么戳破了不知道。
今天好友来电话，诉说着生活的不易。我只能听他讲完一个个故事，再听他流泪叹气。电话外，我分明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白驹过隙，万物皆如梦。若不是因为遇见您，哪里有觉醒的勇气？轮回是如此的温柔和残酷，温柔到恍然不知，残酷到一无所知。你把家庭工作岗位的那个放下到这里来奉献，多少难得啊！珍惜这份人间比黄金还宝贵的善意。修行有力量了，轮回就没力量。所以我们在座不管多忙，你每天你要去追寻这种情景，然后仿佛耳朵里面听到了天鼓的鸣响。就是你的身口意都是在内在的正觉状态里，在这种时候与佛法是相应的。您说在三维世界里画出再绚烂的色彩，也不如将生命提高一个维度来得尊贵。我开始用手里的工具表达敬意，工地的轰鸣变成了咒语，内心在汗水中更加有力。闭上眼，用心看自己。日月照临，东升西沉，地球就这样在自转中24小时。我们呢，每天很充实的，疲惫啊，辛苦，但是内心快乐着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求福报，然后也慢慢的开智慧啊。天天听经闻法，一方面也增长我一点见闻吧，让我们有正确的方向。另一方面还是我们要功夫在日用中啊去用。有时不是不知道，而是做不到。要切换出熟悉的频道，总是伴随着痛苦和煎熬。我戴上眼镜，准备投入战斗。终于看到，力气悄悄溜走，余下皆是温柔。看着你彷徨伤痛，我默默地守候，相信终有一天你能够醒悟。突破自己生命的极限，带着他，连着他，天天皈依他，绕着这我走。所以我们在这生活当中，自己就会发现自己的缺点，然后自己也能培植自己的福报，自己也能见证自己开智慧萌芽的这个过程。你坐我脚上啊，大黑。大黑清澈的眼神常随我缓步游走，偶尔依偎身旁，
这时常常会因为一缕阳光，一阵清风而感动。所以当我们觉悟的时候，会自然的会就会留下那种就是委屈的泪水，因为你生生世世轮回，你的迷失颠倒，种种习气垢染，会发现有一天它本来不存在。如果不是因为您，我一定不会知道生命原来如此有意义。觉醒是生命最壮观的呀，最大的尊严就是获得觉醒。如果下一世还能再来，良师良缘是否还在？寻遍三千大千世界，无人在点你、画你、引你、度你，何不当下努力修行，今生不渡，何生再渡此身？我们现在共住在一起，你想想多幸福呀，不敢想象能延续多久。今天的聚会必然有散的一天，散掉了人各一方，所以我们来到五台山，每天要一年，我在五台山，我在五台山。生命也是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